都是在疫情期间才认识到北农跟周边的这些市场们。啊，我感觉吼，这其实对咱北农家是足不公平。找来阿基师一起到万华的市场采买，立委林长佐替摊商宣传振兴生意，选民也反过来替他加油打气。加油加油！谢谢立特，你好瘦哦，好瘦了一点。因为两派人马对他发起的罢免进行中，由钟小平等人提出的罢免案，十号中选会审查第一阶段过关，十二号领取二阶段联署表格，60天内达到24000份门槛，将进行罢免投票，总共6.1万张同意票就会过关，难度甚至比某些市议员罢免案还轻松。不过门槛还不确定能否闯关，罢免团体先闹双包，在地青年发起的清零散场，对钟小平等人政治算计有所不满。我觉得两个团体是要合作的，少的支持多的罢免数量、速度，慢的支持快的，我们3个礼拜就要连到30000份就要送来。我们现在工作的重点，跟大家一起努力推动振兴，大家一起努力，我们会继续加油。委员对我们整个地方上来很大的帮助。消费者是很关心我最近可能。没有啊，在地方上有走动，我们这个都我们都知道了。啊，其实谢谢，或许像委员讲的，或许他有被人家误解地方。不要啦，不要变啦，那个尽量不要啦，尽量不要啦。罢免炮火，林长佐不敢掉以轻心，不过选择低调以对，要用自己的节奏和行动证明对选区努力。三立新闻，萧菊、詹欣，台报导。